OK， 谢谢，有感谢。那就录了，好。那现在是手部的，可以就是比如说上下挥或什么之类的，随便做一些动作，就是现在是没有重量的，现在没有重量。好，那他这个动作要慢一点哦。哦，慢一点。对对对，因为不然可能会捕捉不到。好。然后我要帮你手加重量哦。好。好，然后现在是有一点点重量。两只都有，还两只一起。好，大家要再加点重量哦。手最重，这样速度可以吧？啊，这样可以，速度可以吧？可以啊，这样速度可以。好，然后手要解脱了，哦，没重量，再换脚，脚先随意动一动，然后脚会变重，然后脚尽量不要交叉哦，它交叉的话容易给支撑不到哦，它这支撑是什么蛋？好，然后要开始加点重量，像我们叫寸步难行的感觉。要再加重量哦，第二阶段的重量。第三阶段重量，很重很重的重量，哇！那消失了，啊，消失了，然后再来换头，你可以先摇头晃脑一下，就是没重量的时候，可能身体的感觉是怎么样，头是怎么样，啊，现在头的重量要上去了，哇，可能会有点重心过的感觉吧。现在变轻了，哦，好，太重心了，我是说随意动动四肢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要帮你的腰牵线了，第一个是腰，啊，被拉扯了。大家要加上右手，手也被牵了，你再转身面对肾肌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角度比较好。
它稍微慢一点。哦。好，再加上左手。Yeah.